为什么 AKM 不能装握把？很多步枪都能装握把，可 AKM 却不可以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其实原因有三点，最后一个很真实。一、现实因素， AKM 不是模块化系统。AK 系列步枪在设计生产的时候就没有考虑那么多的附件和通用问题，也就是设计出来就是较短的木质或树脂前托，不适合装导轨。而对于模块化通用化设计的枪械系统，握把是个附件，后期可以随时安装，只需要用的时候通过皮轨直接装。从先天设计就决定了 AKM 不能装握把。二、平衡因素，装了会太强。AKM 在现在的游戏里人气是很高的，单发伤害高，射速中等，但是秒伤也很高了，而且射击手感很好，换弹也比较快，除了后坐力高了点，其他几乎没有缺点了。如果还能装握把，那 AKM 就会太强了，没有短板了，所以为了平衡也必定不能装。三、外观因素，装得太丑。看 M416、狗杂等等武器，装上握把丝毫不影响美观，反而感觉更好看更协调了。可如果给 AKM 装上握把呢？看是不是特别丑？这个原因是不是很真实呢？